怎么讲？包含那很认真的工作，有没有包含？像你刚刚有爱心帮忙哈，帮忙怎么讲？在有，心很好。马路比多安索，那就是好心会有好报，怎么讲？好的心会有好的神明保佑了。好心再讲一次，心肠很好。马路中安说：“人家奥图巴拉米达。”啊，对啊，啊，那个多多帮助人怎么讲？没有了，好像就多多帮忙人呐、啊，帮忙、就是、多帮忙人一样是大有啊。别个大有啊，少讲别人的坏话。也没毛事讲。啊、少讲我但是比比的坏话。一样，慢哦。同上不是一样，少讲坏话怎么讲？一样冇事讲。慢一点，一样慢哦。一样冇事讲。一样冇事讲。一样冇事，我都是比比这样，就是啊、好，那个多做好的事情。多做好的事情。就是行善，就是做好事。行善做好事，嗯，就比喻大概就好了，就是类似那一方面的大意就好了。好，等一下，哇，这个很远的，我说我讲很长的，没关系，有录影啊，直接翻译，快点，用你的方式翻译就好了，快一点。那些高些高，喝一点麻油的给的。哦，那少喝酒怎么讲？也还蛮新的。多喝水，马海格西啊。哦，那个健康怎么讲？健康没健康，就是身体很好怎么讲？健康就是身体很好。马海。哦，那个种菜怎么讲？我马大马。你有没有在前面种菜？啊？有没有在前面种菜？我没有啊。但是可以种几颗啊？高丽菜啊，两颗三颗。要洒水。有的用那个桶子底下不要钻洞，让它积水就好了。啊，太难了。那个我这边有那个自来水可以洒。我像是传那个人家泰国那种用那个废的大瓶子哦，三四天浇一次水，它底下那个很好用。要，对对对。好，那个，现在很热很热，怎么讲？大热。才让我哎大热。那个像我们要。整理家里后，整理怎么讲？怎么改？打扫是怎么改？打扫是怎么改？好，那如果这个抹布怎么讲？布怎么讲？那这个擦怎么讲？哇，这个好久。那个假的德鲁古哦，还是忘不小心忘记了哈。我很久没用。哦，Looking， 盖房子，盖房子，沙鲁沙巴，西楚啊，沙鲁沙巴，沙鲁是盖，沙鲁，沙巴，沙鲁沙巴，沙鲁就是做，沙巴是房子，哦，做房子，嗯，哦。那个，这个窗户怎么讲？窗户。嗯。好，门。窗户。开门。窗户。开门。啊，马尾窗户。关门。门的窗户。嗯。那个，这个吹。风怎么讲？风叫比河。那如果有时候喜欢去湖边吹风，很凉，吹风。哦，吹风啊，比河是风，米有比河。哎，那个乳汁不是念米有啊？米有啊？米有比河。米有啊？米有就是吹。哦哦，米有是吹。
Biok 就是 beaker， 那 biok 是乳汁， biok 不是乳汁啦。是啊，他们说 una 是奶吗？对啊， biok 是乳汁哦， biok 还是乳汁，对吗？哈，那你刚刚说那个吹叫 miok， 哎，那个吴大师 BB， 哦，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，不，他的老婆叫 BB， 哎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，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。吴大师，那就 BB， 吴大师真牛 BB， 吴大师真牛 BB。我的意思啊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不要再讲。不是我的意思啊，软一点嘛，不要太硬嘛。什么事情？哎，村长不要，大家紧张在这里，我们紧张在这里。你看他泼这个什么？你对我们妈做了什么？紧张在这里。你不要在那边坐着。妈的，我以前他妈转的走。不是，没有用好好的讲的。你看你泼什么？我们对你做了什么吗？我说我们是表达不行，舆论不行吗？你做这个不当 BB， 公然侮辱我们原住民大家族，我们来破网好不好？看看，我们来破网，可以啊？看谁倒霉？我们满族就不欢迎你，你为什么侄子这样做？好了，他在破网什么？你看，他在破网什么？你乡长啊、县长都讲了，乡长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不能讲乡长吗？啊，现在跟你有关系吗？他政治人物，我们可以自由舆论，怎么了吗？没有错。他公众人物，我不能讲吗？公众人物，我讲公共建设，怎么了吗？截图一下。来的公共建设，你这什么？你这个什么头脑？要上法院嘛？上法院嘛？你想吃我们的钱，对不对？上法院嘛？我们没有那么笨啊！你不要动手。我们这些人不欢迎你。你在恐吓是？你回去。这不是你本尊。我是代表茂安村跟全部原住民。你够了侮辱我们五大BB的，那你想的习惯，你录影嘛，你录影就赢了嘛，法律有这种人都公平的人嘛。你要挑衅几次？你是在搞一些外围团体啊？我们都不管你了，你他妈牵涉到我们村里面的工作。你们骚扰我几次了？我们是说我们不喜欢你这样摆，你会感觉到我们被伤害，被侮辱。你录音嘛？你还有电录音？好了，村长。还有